今天吃的怎么样？郑正经今天约我去码头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难道是打算在游轮圈给我求婚吗？码头边停了好多船耶，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艘。开个玩笑呢，其实是郑晶晶想吃海鲜，带我来这个南大门海鲜专门店。这个餐厅的视野真的好棒哦，据说是能看到落日的240度全海景呢。在这里约会吃饭也太浪漫了吧，我到处都找不到帅哥。原来他是在选海鲜，这边的海鲜都是当日不住想来的，还晃蹦落跳的呢。郑晶晶选了一条手臂粗的大龙虾，还有花螺跟甚至选人海鲜就来选口味。我们点了芝士巨龙虾、辣轴竹螺、芝椒炒甚至还有皮皮虾、脆香菇，看满满一桌子菜，好幸福啊。这个排骨也太大了吧，张晶晶都有点无从下口呢，哈哈。芝士龙虾里面还放了意面，我直接给满分，点个赞就请你们吃龙虾咯，哈哈。张晶晶今天胃口好好呢，吃完还有贴心的水果还甜点，真的太棒啦。放开个男仔佢，你讲先。放开个男仔佢，唔放。放一个可怜有英俊潇洒嘅男仔佢，唔放。邪恶嘅模仿。